トミー、ペンタイ先生。おお、ゴミ回放啦。抱歉大家让大家担心很久了，我的病已经快好了，没有问题。爆米花你也喜欢吗？超喜欢。有的时候这个爆米花的分量太多了，不用那么多。可是我觉得爆米花的话越多越幸福，看电影的时候很少很少的话很快吃完吧。你现在可以吃吗？可以，现在什么都可以吃。生病超级重的时候不能吃很多吧。可是我已经好了呀。但是生病超级重的时候只想吃爆米花，这个分量太多，那怎么办？有这种状况吗？我今天准备在世界上最小的爆米花机，就是这个。这个里面有超级小的做爆米花的机器，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开箱看看在世界最小的做爆米花的机器。开卖见面会的 VIP 票 ，VIP 票的话，见面会的位置最前面还可以站着，跟我们的庆功宴还可以知道哦。然后7月1日开始卖一般票，恭喜你，恭喜你，天哪，熊女郎，熊女郎。这种爆米花的话你有看过吧，在电影院里面这么大的包山，然后对对盲区来这样子的样子，所以是一个人为了专门一个人的爆米花派对，很寂寞啊。好，我们赶快开箱一下。好，我们里面看到四样东西，爆米花，爆米花哦，真的是爆米花的文化耶，他们怎么一件怎么做这样子。开箱开箱，有点不明了耶，这个真的可以做爆米花吗？感觉超难的。首先我们要准备那个锅，不会，现在我们请我们的经纪人来说明。我们要先把这个叫做炮筒的东西洗干净，接下来用那个火枪把里面给加热一点，因为要先进行预热。是这样子吗？太近了，远一点。哦，是这样子。大概几分钟？2到4分钟。很久哎。一般的朋友们可以做吗？我看到猫眼了，超级烫。接下来要先准备油。油。好了没？好了。好。一点点几滴油进去。现在这里非常的烫。4滴好了。哦，很多哎。4滴。把它加进去。哇，所以这里我们要放调味料。对啊，这里可以放糖。那我们要什么口味？可以先试作用。好啊。好，加入4到10颗玉米。果然是最小的。那我们做4个好了。嗯。哇，进去了。哦，行哦，好行哦。里面有洞。然后，要来盖子盖起来。很香哦。怎么了？没办法。看到那个说明书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这个自己的手，一点也没有用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这个太烫了。先我们要把它冰起来，我们放个水好了，然后里面现在那个爆米花已经焦了，已经失败了。好，再一次。那先放个油吧。还有我们放这个一样4颗吧。哎，放在这里。呀，逆です。啊，这样。嗨。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会转。先加热。我有听到声音。用这个的话没有感觉到热的感觉。很香哎。对。应该做好了吧？所以应该不需要，我跟你说。对，我先提一下。嗯。很麻烦耶。
隔代的好快耶，真的真的，味道的话超级不错，对对对，味道很像就是那种爆米花的咸咸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应该里面已经好了耶。对，它的说明书是要你隔着布打开，那打开看看可以吗？3、2、1，哦，有耶，拿出来拿出来，嗯，去了，哦，有四颗 ，OK， 完成了，成功了，我们做了四颗，很大很大，完美的样子，好吃，有点可可，有点焦焦的感觉，就跟一般的爆米花一模一样，可是我们应该烤太久了吧，所以有焦焦的那种味道。那很快耶，刚刚大概1分钟，然后就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换我们喜欢的调味料 ，DIY 做餐元家饭的爆米花。啥？饭调味料吗？柠檬、胡椒、咖喱粉、鸡丝粉，然后比赛看看，滚烫，哪一个比较方便？已经开始了吗？那这边也开始吧。今天我们做咖喱口味。它已经一个好了，太快了。很乖哦，它是有咖喱的味道，有有有，真的有真的，我觉得这个咖喱已经好了，喂，哦，完美，很快，麻烦你，因为我刚刚放了12颗，很多还没好的。好快哦，太慢了，你看完成了，完成的作品，你看这个颜色，咖喱的感觉，吃看看，滚动的话更好吃，我刚刚看到里面很多咖喱粉，没有灰酱的话，那个咖喱的味道也不能搅拌的感觉，很难的，真的很难。然后我刚刚放了12、13颗，还没有做好的也有，放太多也真的不行。刚好的分量是14颗，我们的另外一个，这样很完美的样子。然后你看。这个分量满满的，很厉害。哇，好的，真的好吃。果然爆米花多一点比较幸福，一颗一颗有点好寂寞的感觉呢。那我们做最后一个口味，它真的是很麻烦，一次可以做5、6个，但是它的优点可以放我们喜欢的口味，起司口味哈。我想做，一口吃吃，应该够了吧？哇，鲜椒黄。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很大的机器里面也发现一样的道理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单指那个大的小小的版本，很多猫眼啊。OK 吗？叫鸡翅的味道，有很多种爆米花味道的地方，是果然迪士尼乐园那里有很多味道，我比较喜欢鲜的味道的爆米花。电影院里面咖喱口味比较少，比较少。台湾的电影院，那个店员们每次都问我们说，要咸的、甜的这样子，只有两个选择。我平常去的是有3、4种，有那么多。对，像明太子、美乃滋，或是芥末什么什么。哇，我老家附近的电影没有。真的吗？跟台湾一样，焦糖的或是奶油盐的。应该做好了吧？只有两个，我刚刚放了5、6个，哦，粘在一起了，怎么这样？白哥哥，很难吃。哇，这个不行耶。这个的话，咖喱味比较好吃耶。我发现了，原味最好。
对。好，谢谢了。肉还有煮，好玩是好玩，但是要方便呢，不方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不方便，超级不方便。因为首先我们只能做4到10个，然后用火的时候真的会太烫，所以需要很多道具，还有味道也，它比较好吃，对对对，它比较好吃。这个道具的重点是，很久以前做爆米花的时候用这样的道具。对呢，现在这么简单，但是以前有这么多努力，所以你们才有这个这样子。对现代的人说的警告，那学到，我也学到，爆米花越多越好。但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世界最小的爆米花机器，那应该其他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也很多吧？有兴趣的人给我们按赞这个影片哦，然后我们有可能继续拍第二集哦。那今天的影片结束，谢谢大家。敲门，学生敲坏壁，这个那个那样，决定。